去年由西港商圈举办的西港文化节，吸引不少民众参加。今年又再延续去年的传统，规划手作体验主题展区，更加打造一只王船火车，要让民众体验游王船的乐趣。这次的主题是回忆的活动，然后我们在这两天，我们会有市集的活动跟手作的活动，可以让大家可以去报名。那再来的话，我们会有采街的活动，所以我们又再造了一艘王船出来。那我们会在14号跟13号的晚上，我们会有灯光秀。那14号会有烧王船的活动表演，那它不是真的烧，是用比较艺术表演的方式去烧。然后再来的话，我们这次，会结合五倍券的活动，只要持200块的五倍券，那乘五倍就200块可以换1000块，限量100组，那大家就可以来这边逛市集，来这边玩。这回活动有彩盘甲珍珠的展览，融入在地特色以及西港挂香顶头文化来去创作，用另外一种形式记录无形的文化资产。那我们这次的展览有三大的展览，一个展览是我们的剪纸艺术展览，那里面的剪纸它有我们的一些水族镇、金丝镇比较特殊的一些镇头文化在里面，然后欢迎大家可以来参观。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有由方一个国宝级的大师方良生在做一个彩盘的展览，他也是讲求我们台湾第一乡的整个历史文化。那再来第三大的主要展览是我们的王船，那王船的话到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些彩绘啊，然后彩街的活动，那来呈现这次异乡的文化。在13号、14号两天有丰富的活动内容，要让民众对透早升到 AM 手作体验甲小旅行的活动，现在嘛当地的网络开放报名，欢迎民众多多参加。希望透过本次举办的活动，大家会使吸取从西港的文化产业特色推广出去。南投新闻台西港采访报道。